好，那接下来这一课呢，我们要讲的是所有格啊，所有格。啊，所有格，好，那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我，有没有？这是我，对不对？这是你，有没有？他，好，那什么是所有格呢？我就是我，但是所有格呢，就是变成说哈，我的。这个就是所有格哦，你呢？你的，他的，有没有？我的、你的、他的，这个叫做所有格。好，啊，这边呢是我们的，好，我们的，这边呢是你们的，这个都是所有格哦。啊，你们的这边呢是他们的，啊，他们的，包括了女生的他，啊，他们的都一样，他们的，啊，这一些蓝色的这一排都叫做所有格。好，那我是 I， you 是你，啊，那我的呢？我的英文怎么说？啊，我的英文怎么说？啊，这个 D， 啊。我们这个课本里面的第五课啊，这课本里面的第五课哈，好来，我的 ，mine， 你的呢 ，you 啊，对不对？他的呢 ，his， 女生的他的呢 ，her， 我们的 ，our， 有没有？你们的呢 ，you 啊，他们的呢 ，their， 是不是？好，都用大写好了哈，都用大写，这样了解吗？我的、你的、他的、他们的，啊，这个是相对应的哦。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，对不对？我嘛、你嘛、他嘛，后面加个的就好了。结果他们的每个字都不一样 ，my、you、his、her、our、you、their， 只有两个是一样的啦，只有两个哈，破例两个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一个，有没有？所以你 ，you 是你 ，you 也可以是什么？你们，啊，也可以是你们。对，这两个字是一样，除了这个，那这边变成它你的跟你们的也是一样哦，所以你自己要去判断到底是你的还是你们的，要看句子的前后的关系啊、哦。好来，你的，好了，那问题就来了，这些都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妈妈的呢？妈妈的，啊，妈妈的。妈妈的怎么说？对不对？爸爸的，啊，爸爸的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啊，男生的，哎，这种怎么说？啊，怎么说？来，现在就要教这个哈、啊。来，妈妈的妈妈怎么说 ？Mom， 还记得吗？啊。缩写是 mom， 啊，妈妈的呢？记住哦，这个的，就是 plan s， 啊、哦、，plan s 哦，就是的，所以是 moms， 啊、哦，爸爸的呢？妈妈也另外一个是 mother， 有没有 mother？ 也可以变成 plan s， 是 mothers， 一样是妈妈的。爸爸的呢？爸爸的缩写是 dad， 有没有？爸爸的一样 plan s， 啊、哦，男生的呢？Boys， plan s， 记住哦，这个 plan s 哈，就是表示跟中国字的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我的妈妈的，记住，我的妈妈的，看一下怎么看，我的妈妈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的妈妈的英文叫什么 ？My mother's， 知道吗？那你的爸爸的呢？一样，你的爸爸的 ，your， 这边是啊 ，your daddy's，your dad's， 啊，这里哦，啊，这里，啊，
Your days， 那个男生的就是男生的，啊、哦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我的妈妈的 ，my mother's， 啊、哦，到这里，这边呢，你的爸爸的 ，your days， 啊、哦，就两个的啦，我的妈妈的一样哈、哦，这样子接上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啊、哦，可是还有个复数的问题了，还有复数的问题了啊、哦，来，我这边把它擦掉。好，刚单数的没有问题了哈。我现在讲，那比如说，学生们的桌子有没有？学生们的桌子啊，这边很多桌子啊。学生们的桌子怎么办？啊，一个是一个学生的啊，那一个学生的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学生的，就那个学生的哦，那个是那一个哈。那个学生的，就是 plus， 那个学生的，就一个学生而已哦，啊，那个学生的就这样 ，the students plus 一样，啊 ，plus， 可是如果是那些学生的呢？那些学生的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些学生的那些 those， 啊，这是那些，这个字还没学到，但是我先用了哈。那些学生们的哦，学生们的啊，学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学生们啊？这是学生们哦，复数哦，学生们的啊，他的的呢就打在这里了哦，这是复数哦，学生们的，有十个学生 ，those 有没有？这个是。那十个学生们的桌子有没有 table 啊？桌子对不对？要用什么？我要讲的是这个，变成 s plus， 这个 plus 要打在后面啊。这边是那个学生就一个学生而已，是 plus s， 可是两个以上，这边也可以变成就两个就好了。那两个学生的桌子是不是 those two students？ 这个 plus 要打在后面。啊、哦，位置不同，这个是在 S 的前面，这个、在 S 的后面，意思就不同哦。这个是多数，啊、哦，这是多数的，啊、哦，了解吗？那比如说，如果是，啊、哦，很多男生的有没有 ？Boys， 好啦，这是很多男生的哦，一个男生的boys plus S， 一个男生，这是很多男生，啊、哦。一个老师的teacher plus 一个老师的，那很多老师的呢变成 teachers plus， 发音都一样 teachers， 但是因为你逗点的地方不一样，所以文字看起来就有差别哦。啊、哦，一个女生的 a girl plus， 一个女生的，女生们的呢？G I R L S plus， S 那个 plus 打在后面了啊、哦，这样了解吗？